非洲吉布提园中呢，有非常多的非洲的景观小品，就比如面包树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呢，它面包树上面是有很多废旧的轮胎制成的，展现了我们自然环保的一种理念。本次扬州世园会共设64个展园，其中国内26个，国外25个，展期为期6个月。